是重阳节的寒假呢，重阳节啊，哦，满65岁，经过30年以上，这样子的话，哎，那个新，那犹太人呢？他们都非常，你看，以前他们90几岁，现在，哦，跟我们亲戚靠在我们，首先黄，哦，黄金摩先生要跟你，黄金摩先生啊，哦，好高兴。没事，来参加到菩萨当中当兵。老师，老师，从年纪来，经过30年，65岁。